主料：生菜220克，猪肉片200克。辅料：鱼露3勺，盐1勺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准备生菜一颗和肉片，这是我们潮汕地区特有的肉片，和肉丸的口感一样。生菜掰开，洗干净，肉切片。锅内水热后，下肉片。待汤沸腾后，下入生菜，快速加入鱼露和盐。汤滚后立刻关火。烹饪技巧：生菜烹饪时间要短，才可以保持清脆的口感和翠绿的颜色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